色轿车被拖吊车吊起，后面还停了一辆大客车，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，前保险杆整个被撞烂，前方还有两台白色轿车同样被拖吊车吊到车上，其中一台引擎盖翘起，后车门更是整个被撞凹，车窗全碎。31号上午，国道1号北上5.1公里处发生一起五车连环撞的车祸事故。好，有没有受伤？都没有。这回去有。刚刚说有系安全带。其中肇事的拖板车车祸发生当下直接开走，肇事逃逸。如果营业半年结车及一部自小客车在内侧车道擦撞后，营业半年结车未停留于现场。好在这起车祸没有造成严重伤亡，只有3人受到轻伤送医治疗。在宜兰同样发生一起肇事逃逸车祸。30号下午，两部摩托车在3星路3段发生擦撞，其中22岁潘姓骑士摔倒在对向车道，迎面驶来的白色轿车闪避不及，撞上骑士头部。没想到白色轿车驾驶没有下车查看，直接开走。送医抢救后，潘姓骑士不治身亡。当下未停下车1小时内查获肇事自小客车驾驶到案，警方依法实施酒测，酒测值为0，全案将依过失伤害致死以及肇事逃逸移送法办。记者朱丁龙、林医生、王一德，新北宜兰报道。